我知道有小孩的人其实得到了一个巨大的乱花钱的借口，对不对？真的，我知道很多有小孩的人在小孩还没有生出来以前就开始买小孩的东西，要买床啊，要买玩具。所以他是给小孩干嘛的？玩啊，抱啊。怎么玩？就抱着他。他抱你就好像抱着。请问我真的不懂你们家长的心情哎，比方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很 OK 耶，在发动车子吗？这个声音。请问另外两位妈咪，这个可以买给小孩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吗？嗯，摩托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你出多少钱？这个两三千就有了。真的吗？两三千就会动？对，除非你买宾士或 BMW 的。三千四。三千四啊。这个也有分牌子哦，宾士的也会比较贵。我跟你讲 ，BMW 宾士的他们要自己搅动，这个是电动。也要换挡吗？会把鼓用。会把鼓啊，会把鼓。恭喜啊！可以前进一款，而且我跟你讲，它还有转弯吗？我跟你讲，它还有头灯哦，它还有音乐，有方向灯吗？你看它有音乐哦，音乐，哇，好热闹的骑乘哎，对。所以小孩真的有在玩吗？买一台看看。有啊，请问还有坐垫吗？请问这一台买给小朋友，他可以玩多久就腻了？没有，我跟你讲，他玩第一次回家，我们就很开心就玩啦，因为这是我老公买给他的，然后他一玩了之后呢，我公婆在旁边就吓死了，就于是就把这台车藏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我女儿开这台车去冲撞我公婆。那很好啊，那不是很好吗？安全带我带走了啊。你呢？最贵的话，婴儿车。这个八千块我愿意买，所以妈妈如果可以撞公婆，出了5万。我给你猜，你再抱那只鸭，你猜多少钱？这袋五三百，这袋是对啊，500以内，600啊，800。为什么？它有什么知名度吗？没有什么知名度就800，因为它在百货公司卖。是小孩出生后才买的，还是前几天才买的？他就是看了，他很喜欢鸭鸭，然后就抱着他不放，然后他爸爸就帮他买单。你知道那天大 S 多夸张？他带我女儿去威风广场，然后我女儿在闹场说：“姨妈姨妈，我要这个熊。”然后那个熊一只要3万多，然后大 S 真的熊吗？不是真的，有这么说。然后大 S 竟然就真的刷卡，多大多大？就是一般就跟这个差不多吧，是名牌万多。然后他最后没有买成功，我是说你不会买了吧？他说我没买，因为我卡已经刷爆了。他竟然是因为卡刷爆。大 S 卡会刷爆，所以你就知道他多可怕了吧？我觉得你姐不喜欢你在节目里讲他卡，他就会打电话给主卡人，对，他会有一点太伤害他天后的地位了。啊，对，我觉得他会凉。他的卡怎么可能会爆？我觉得你是开玩笑的。你真的是会做人，我要当会做人。我很爱帮小朋友买衣服。哎，你怎么穿那么小件？这美眉的。哎，这件是你还没穿过是不是？因为它这个连都还没拆哎。因为这个是比较大的，这好像4岁的。这个多少？这一件啊，3000多块。怎么了？他都买名牌的。这是什么意思？是惊讶吗？因为这是我女儿的衣服，因为我女儿的衣服也顶多就是差不多1000以左右吧，这整个都是她的衣服，这所以3000多的小孩衣算奢华是不是？他干嘛给布料这么少？你为什么给小朋友穿这么贵的衣服？因为就她值得啊，因为我觉得她很可爱啊。那就小 S 女儿不值得就对了。是个人每个人妈妈的观感。可是因为他们长大长很快，你这样摸很浪费，很浪费。因为我女儿身材很好。前身后效，这一件跟底下这一件是他新的战利品啊，可是他这一件就是只穿一次，他就已经被他整个圆珠笔都画到了。哦，这件也是高级货吗？这件是 Burberry 的，多少？这一件 Burberry 的也是都打折的时候买的啊。小孩有需要穿到 Burberry 吗？这一件跟这一件，我记得是这两件一起买的。这两件买起来大概10000出头吧。这件我喜欢。这件给你。自己花钱买啊，干嘛？这件很可爱。这件很可爱啊。这件超成功的。这件一穿整个就是上流社会的孩童啊。对啊。安妮菜，你要不要挤挤看？这件你穿。他去学校的时候会跟别的同学这边臭屁说，我穿的都是。不晓得这件是什么牌子？这件就是 Zara 的啦，这件我在日本买的，那时候就想说为什么小朋友都没有穿？天哪，这两件帮我包起来！原来给钱，这件好用，这件便宜，8000-9000呢。它厉害在哪里？它有传说就是高贵妇，它下来，你会弄坏的。会坏掉吗？对，你看起来很糟糕哎，不要再这样，你要不要去把尿布清理一下再出来？不用不用不用，他怎么做就坐上去。他就是传说中推车界中的。你是不是有一个小枕头可以拿来当婴儿啊？对对对，哎，这是我弟弟。示范。
长得跟你好像。对，你看他戴墨镜，不然好明显哦。你们看，给五点式的吗？因为吹车一定要这种一二三四五，安全五个扣的，扣起来。真的吗？对，五点式的，这样才跑不掉。像气座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是推车界的法拉利，是不是？对，它就是有号称。所以就是你如果这样推出去，它就会跑很快，就非常。因为它有刹车。要做实验呢，想要你推推看看。啊？可以吗？他有挡，他有换挡吗？他没有的，换挡要靠自己搭档，就是推出去，他可以调高度，对不对？对，他可以。对，然后但是他就是等一下，我请教一下，婴儿车都这么平稳吗？没有，这个比较稳，这个他的轮子他要大。我觉得他好像有避震呢，他的轮胎非常啊，因为他就是诉求你可以做到30公里。哎，酷炫尾巴的哈。你如果推着它跑是可以的吗？完全可以，因为它就是可以360度，有没有？好哎，可是什么车不能够360度呢？有一些它的，所以婴儿车只能往前，它没办法往后。可是这个你也是，对，一模一样。我们家有，因为我很久没有用它了。所以你示范一下吧，怎么收？好，我来示范。可是它收的时候是真的很麻烦，因为王莹还少一个配件，它其实还有一个这个，这个要放一下。我已经没有，已经不想再戴了。然后再来是这个，对不对？就是刚才你们说这个部分。到时候放哪里、啊？婴儿本人在哪里？本人在上面，那基本上真的可以小孩在上面，然后直接放到车上，就是放在车上。等你们说完，我都到家了。真的，还有还有按个叉的，对对，踢一下，对，这样最小了吗？要踢它了，没有小很多啊，没有，它就是它没有办法小很多啊，最小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婴儿车那么小，太大了吧？就差不多是假用吗？大概是这样。我婴儿车不收跟这一样大，所以一般的房车就是完全一般的后车厢放不下。那家里买的时候那个小姐，所以请问你们买的时候，他如果示范了这样子，你们为什么还买呢？那一次要买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定要得到它。我生了 baby， 我就是一定要用。可是你现在看到，你要你说他坐在上面 baby， 你现在看到别的妈妈也有，他就没有很了不起。而且重点是哦，他这个 size 代表这个婴儿只能做到大概一岁吧？对，没有这样可以做到五岁。有一个像放沙拉的塑胶盒，是哪位妈妈带来的？这个其实奇威吗？对。春夏最流行的时尚包款，这到底是干嘛的？这个可以吗？夹夹，它要什么啊？这是干嘛的？系带手，这是皮包吗？就时尚包款啊，真的是包包？没有啦，不觉得很流行？很好看，可是是包包吗？没有啊，澡盆啦。师姐，你就是。折叠用过这个，这是澡盆，对，是系带折叠式。就如果你要出去玩住民宿啊，然后没有澡盆，可是会是要出国的话，可是我这个我只洗到五个月就再也塞不下去，就已经球就出去，直接不行。像我女儿六个月，我带她去日本泡温泉，然后我就把这个带去，她就可以自己也。请问没有这个商品之前？婴儿出去都洗怎么洗？就自己拿消。可是泡温泉，因为那温泉太烫了，它不行。因为我没有用过这个东西，可是我女儿也都到各国去玩啊。酒店不是会给一个小的浴池吗？现在听说都会提供，可是有些人有洁癖，可能想说就带自己的。对，这前阵子超红哎，因为它有各个颜色。对，各个颜色。婴儿的头会自己沉在那个上面吗？没有，它还有附这个。让他坐的，躺着，对。其实啊，这个啊，跟这台车，他们两个是同一家的。对。所以这一家厂商是专门在折磨你们这些爱时尚的。对。然后我买了之后就发现，哎，我好像也不会折叠，带它去哪里？对。然后，而且它里面还有那个架子，就再增加一个你。运送的空间呢？对，而且我发现就是把它躺在这里，因为买的时候幻想说它会躺在这里，有没有？然后头靠在你这样帮它洗澡，日光浴没有，因为小 baby 很软，所以你一定要扶着它，而且它一坐就整个往下摊，整个往下摊，整个往下摊。然后你坐的时候，它耳朵就会淹水，所以不过这个材质看起来应该没有花你们太多钱吧？这个比一般的澡盆要贵个五六倍，这多少？这个要1780。哎，1780，不包括这个哦。每个妈妈就说，要用这个。请问现在真的有个东西叫做固齿器吗？对，上网找固齿器，它就会出现这样子。对，就是那长牙齿会很痒。所以在没有固齿器之前，小朋友的牙齿都怎么？就是一直吃手，就是一直吃别的东西啊，咬别的，咬空气。所以就跟你们叫狗去啃那个夹骨头是一样的事情。对。所以这个咬了以后，它牙齿会感觉怎么样？它有名字哎。它叫苏菲，
什么？不死器叫苏菲吗？对，他这一只就叫那个长颈鹿叫苏菲，他的名字叫苏菲啊。对，小朋友其实都还不认识任何动物之前，就知道他叫长颈鹿。那小朋友为什么只能啃长颈鹿呢？他的诉求就是他其实故事器有千百种，然后他的诉求是他无毒。我觉得蛇也不错啊，然后他可以蛇，而且够长。蜈蚣也 OK。我生老大的时候买了一个故事器，就是不知名的牌子，是一个粉红色，然后很大的圆圈圈。然后就是给他取名蛤蟆公，因为你只要说蛤蟆公，他就这样，然后就把它塞在那边。你就怕它吵到，就把它堵嘴堵。因为很可爱啊，就是这个，对，是这个。请问是什么？这是我最近买的。这不就是个刷子吗？对，可是它就是很厉害，就是一个博士发明的，它就叫做触感触觉刷。同感触觉刷，就是因为小朋友小时候他你刷他就会有触觉，对他还不懂得你随便拿个刷子来刷人都有触觉啊。可是它很软啊，很舒服啊，我刷刷看。是日本千田胜平系列的，很舒服，小朋友就会很舒服。不会痛，不会痛。像他说，你就是每天就是洗澡前、睡觉前就帮他刷，他就会安静下来。我刚刚他就会注意，你小孩是有多吵闹啊？需要用多一点。因为我最近他晚上半夜都会哭醒，所以我还想说买这个给他。你刷他真的，他会安静吗？嗯，因为我才试了几天，他完全不理我，而且我小朋友他现在已经会爬会走了，太大了，应该要小一点的时候用。然后我在后面抓着他的后腿，然后还要把他刷，他就快速的爬走。他已经在爬，你还刷他有什么用？诡异哦，给妈妈快点。前面那个是什么？这个是就是抱小孩的。哇，什么意思？在卖这个，你有神经病啊！你一剪进来，这样很方便吗？自以为是，就是轴不受伤，不是我刚一直以为是轴不受伤，打石膏的时候用的，你知道吗？是是，小可，他刚刚拿那个姿势根本就是，人家说包青天说请出尚方宝剑，然后这个那个手，不是因为你这样子，妈妈一定要就亲自这样抱着他，小朋友感觉喜欢。我觉得这个到底是因为这个是我买了也很后悔，而且他会冰鬼，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奶奶，然后那个小孩就掉掉，因为那么危险。这个是不是误会啊？这好像是从别的东西里掉出来一个零件，对对对，或者是这个是手推车来的，最近买三个零件吧，没有这个就买一个。baby 的触感也很好。他叫王朝马汉，斧头侠推出来了。这个就是，这就是老陈有本上奏的那个东西啊。这个好，对不对？武装戏里那个吧，本上奏启奏皇上这个吧，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我看过算是第一疯狂的物品，很值得买吗？我原本以为韩国的。这是韩国公司，我原本以为帮那个女孩子洗头的那张椅子，这大小我儿子出生就躺不下来。我知道他，这因为我那天抱一个我朋友的小孩，然后我其他的男生的朋友们就吓到说。你会抱小孩，小孩那么软，我就说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软，是撑得住。可是我看如果有这个，他们会很放心，就把它放好，然后就端着这样子，有没有亲密感啊？然后还这样子都在讲，王先生你看一下，王先生看一下，田丽婷前面那双鞋看起来很正常啊。这是杀人凶器！哇，你有看他旁边？好哇，帅的。旁边是铆钉吗？对啊，你知道我儿子不是一岁多吗？对啊，这是在他那个刚出生不久我就买了，因为我就觉得这太可爱，太值得买。小孩穿这谁受得了？可是太酷了。他现在走路稳吗？很稳，他现在已经可以跑步了。然后，可是那时候我就想说，因为有点大，我想说给他穿看看。对。然后我帮他穿的那一刻，因为他脚不会这样伸直，所以我要帮他凹什么，我就已经刮到自己的手。嗯。然后就不死心，因为想要买的也不便宜，硬是要他穿出门。然后就穿上之后，他就说：“我就说好，赶快去照镜子看看。”然后就一站起来就扑街，哦，就摔，然后他的脚就这样刮。然后我就想说，我的天哪！然后就，然后你老公知道吗？他不知道。
用铆钉是认真的用铆钉啊？他很认真。干嘛不做盾？我跟你讲，干嘛不做盾？他就是想杀了大家的小孩。那也要由你这种妈去买才行啊！哎，他是不是？他是认真的铆钉。对啊，然后大人都受伤了，还有小朋友。而且他到公园跟别的小朋友玩，不是很容易把小朋友？就跟人家打架都不会输啊。所以现在封起来了吗？不再穿了吧？我不敢了，因为他那个穿那下我心疼死。可是我觉得很漂亮。对啊，应该放在柜子里面当。好像应该当展示品。然后我现在想说，等他就是完全听得懂，要走慢慢。然后你可不可以把它拆掉，不要给他穿？我就想在为什么不把铆钉拆掉，只要留这个鞋子？拆掉不就很丑？因为他是涂这个铆钉啊，我是涂前面那个头。这个他如果在幼稚园侧踢小朋友，小朋友脸上就会有痛。就等着上法院，我跟你讲。